好了，哎，我们开始了啊！帮我加点水。六个。我们现在开始啊。然后呢，它这块呢，这个大太极呢，这块呢，就师傅呢讲的概念就这么多了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小太极。小太极呢，在这个他的房间里头啊，主要是南方。哎，不聊八字了啊。我们开始上课了啊，在南方啊，南方的话，你想想你小房间里南方是什么位置啊？有没有？沙发。你自己住的房间里头，然后南啊有个小沙发，有没有那个摆上一些东西的？找一找，南方也是很大的地方了啊。要放上和合二仙，和合二仙呢网上有，然后呢搜一个和合二仙的图片发到群里去。要大的小的？就适合你那个环境就行，好吧？大小自己定啊。然后大家看一下啊，它这块呢是这个石盘上的位置啊，石盘的位置是什么？这和合仙子也行，这收那和合仙童也行，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棚子啊？在天上是个棚子吧？和合二仙呢，就是拿了一个大的莲蓬，好吧？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哎，后面有个大莲花，大莲蓬的啊，他拿着莲蓬了，就他。对，对，好吧。和合二圣啊，对，以后要搜和合二圣了，因为呢，淘宝呢，仙呢不给了啊。关键词啊，对，关键词给屏蔽了，他改成圣了。这个人也聪明啊。对，这个改成圣了。现在这个关键词，我不知道这个。有没有实际意义？大家都懂的话，你屏蔽它是自己这个自己跟自己开玩笑的。现在钱不叫钱了，叫什么了？米啊！你这个就是你说这个大家这纯属于中国式的叫什么特色？特色语言啊，特色。人家说这个不是在欧美人看见这不是鬼骗鬼吗？是啊，你不让我说钱，我说米吗？你不让我说仙，叫我说圣吗？鬼也不准提。啊飘，你这个也是，哎，这中国特色呀。好吧，这个和合二仙呢，哎，这个仙嘛，这天象嘛，正好拿一个那个啊，这个和合二仙是没问题的了，在这儿。第二呢，下面铺垫什么呢？哎，五是红色的啊，红色的，铺一块红色的布。红色的布，这里是不是有个井门呢？看到没？是不是井门？红色的布很多种，但是有一种红色的金丝绒布超漂亮。啊，红色的金丝绒布，绒布红色，有种超好看的绒布红色的，啊，要买那个好看的啊，买那个漂亮的，买那个漂亮的啊，漂亮的啊绒布。就应这个井门的像，好吧，下面铺上一个红色的绒布啊，应这个井门的像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心是什么呢？是金属吧？师傅说经常买什么东西啊？铜钱是不是？哎，多买点铜钱，铜钱便宜啊，5块钱一堆的啊，多买点啊，撒在这个红色绒布上啊，撒硬币不行，就要这个玩意啊，硬币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，铜钱呢是另外一个时空的。那因为铜钱呢，你拿出去，你现在给谁花，谁也不要。啊，铜钱。这个也行。去。那个好像是。真的。仿的好像是5块钱，5块钱15个。啊，很便宜，反正你买20-30块钱的一堆啊，那玩意，然后就撒在那个红布上，然后中间配上和合二仙，好吧？啊，这一块，然后呢，这个红色的这个四和这块呢，就要有一个东西了，我看啊，红和加上这个四和九，就取九数吧，取九数吧。九束九朵红玫瑰吧，怎么花？塑料就行，
你真花的话，你天天买九朵红玫瑰也不行啊。那个东西要时间长的，买一天行，买几个月谁买谁，有钱买没那时间呢、啊。玫瑰，哎，玫瑰也不会写、啊，就九朵红玫瑰吧。嗯，玫瑰咋写、啊？王。啊，来，你写，我给查一下。对啊，现在这个电脑啊，电脑时代啊，这个字啊越来越不行了。咋的？天天敲键盘，敲敲敲敲就忘了。嗯，九朵红玫瑰啊，啊，然后呢，就是那种、买漂亮一点的，最好呢，那个现在有做那种网上那个漂亮门，上面带点水滴的，啊，有水滴流动的，用了什么像刃像，啊，买一点上面有水滴水滴玉滴的啊。我们呢做的是像啊，不是说摆的假花啊。比如说，我想那个是看的这个假花啊发展，然后呢这个绿化这个美化环境、绿化环境，那肯定假花它绿化不了环境啊，它最多起一个观赏作用嘛，所以假花相对就弱一点。但我们是做的是像啊，那荷花仙也是假的，对啊，你这个观音菩萨也是假的。但是因为他我们这个观音菩萨和荷二仙还有我们这个九朵玫瑰，我们是做的像啊，达到我们愿望，并不是让它呢美化环境、绿化环境，不是，大家意义不一样啊。你假花在家里肯定取不了过滤空气啊什么东西来的嘛，真花才有这个什么二氧化碳啊什么东西啊，然后开的奔放啊，花开花落啊，使这个调节环境嘛，它是调节花是调节环境的，所以假的就没啥用，它调节不了啊。但是我们这个呢不是调节环境的，我们这是风水局啊，所以风水局的里面的东西呢真的少。嗯，因为这神仙也是假的，你真的把这个荷花二仙请来也不行啊，也请不来呀、啊、在哪儿也不知道啊。好吧，九朵玫瑰啊放在这个应该是这么一个像啊，红色的绒布啊，然后呢这是荷花二仙，旁边呢是这些铜钱啊，上面呢九朵玫瑰，前面是九朵玫瑰，好吧，啊，然后荷花二仙呢，你前面也好，后面也好啊，把你俩的这个用这个红纸，名字。还有八字，八字，嗯，八字。如果说八字不知道，你写年月日就行；而知道的话，就把年月日时写上，然后转成那个干支里写上，好吧？对，把你俩的名字先写上。家里可不可以烧香的？不烧，你现在可不可以烧的？可以烧。可以烧啊，可以烧。这时候就加一个小香炉。那等一下啊，可以烧香就加多一个小香炉，好吧？房间里烧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摆在房间里头啊，嗯，买，嗯，他房间里他就如果说他对香敏感的话，就买好一点的，买那种小线香，叫小线香，啊，然后呢这么长，超级细的。然后呢超级细的，然后呢那个如果说买80块钱以上的啊，80元以上的那个呢，这个味道啊什么那就养心养生香了。你们知道有一种叫品香师吗？啊，他们玩那个叫什么檀香啊什么东西来的啊，沉香什么东西，他呢烧那一小勺好的得上万块钱，然后大家呢聚在一起干嘛呢，很仪式很隆重，崴那小勺放在小炉里烧啊，大家闻一闻啊，就感觉很幸福啊。买那个80块钱以上的，如果说呢，如果能买到800块钱呢，那个香呢，你烧起来就会上瘾，因为它呢都是80块钱以上的就是天然香粉了。
等800块钱呢，就属于那种极其的很好的东西了。然后小线香啊，它那个不像我们烧的香，它像牙签那么细，牙签那么细，然后也不长，就这么长。那个烧完之后啊，在房间留香啊，非常好。你看那有一些好的修行者，他走到哪身上自带香味儿。啊，他们烧的就是那个纯天然的香，然后那种存留时间很好。就大家不懂香，可能懂香水，贵的香水呢喷完呢，哎，留余香；便宜香水呢喷完就香，一转身就不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还是有的，买那个小线香就行，然后买一个小香炉啊去烧。如果说呢，正常呢我们会择日然后烧几支香，等他这个呢，比如说这个对香这个有一些东西啊，就烧一支就行了，在这一块儿，关键是这个啊。用红纸写上名字和八字，然后呢，这个大家记下来了，记下来我擦了啊，要写一些咒语了。这些东西呢，这个基本的场景啊，法坛呢就布成这样就行了。后面呢，在关键东西在后面啊，擦了啊。要不要拍张相片给群里发出去？得拍个相片发到那个群里去，要很多人布局不行。然后看他们下面那个群里有没有什么反应的。我们这块呢，关键是要有咒语。因为这些我们所做的一些东西啊，都是这个物质上的、环境上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叫送达九天呢，然后为啥法阵灵呢？通过神力助你。啊，并不是合合仙助你，是通过整个这个神力助你。大家说神力，什么叫神力啊？说破灭点就是你的运气，运气好的时候想啥来啥，啊，就是加大你这个神力啊，通过这个神力啊，像你说，哎，之前说我这个有这个真武大帝护佑啊，我有这个神力保护、神仙保护，那就是，这个干啥都行了，通过外力神力啊。所以呢，玄学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，然后我们再借助另外一个时空的力量呢，去达成我们的愿望。这个咒语啊，这个在这个是南方啊，我们呢上次我在群里发过一次这个十方神是吧，大家可能有的还不知，这个新学员有的可能不知道啊。然后小碎你有没有十方神？十方神群里没发过，我发过以前没有发，再拍这位，这边是十方拍下来啊，对，拍发到群里去。这边是四方，四方神拍下来，就两个。对，这边四个嘛，那边是，不拍拍神币，拍别的不拍，就拍这里。哎，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四方，对，对对对对 ，OK， 发到群里了。群里面有个人说，大太极桃花早日知，小太极天喜早日知，红鸾早日知吗？语音没听清。哦，他那是连那个不是日知，他连那个找红鸾找这个桃花位他都不知道，那上昨天讲的那是。啊，这块是南方啊，你跟他有语音回一下，你说昨天讲的是神煞那块找布局的话，那块你都没听哎。书上有。啊，对，神书上有啊，你跟他说一下，你说他和方法的不一样，不知道。南方，玄真万福天真，玄真。万福天尊，
无忧。咒语是这样的啊，南方玄真万福天真忽悠，原主就是你的名字啊，然后呢就是男孩的名字啊，然后忽悠这个什么呢，这个早结连理，早结连理，然后呢这个形容结婚的还有什么早结连理，还有什么这个早结连理啊，他这个是这边是这个西方啊，幸福家庭和美啊，家庭和美啊，这块是前啊，几个家庭和两个景门都在这儿，哎，他这个挺有意思的，看到没有，他这个宫位是个景门呢，这个宫位也是个景门呢，那桃花位也是景门，这块也景门，就是啊，前程似锦啊，那那个景门的未来一定要把未来做好，早结连理，这个叫前程似锦。哎，前程似锦不是形容，不是形容婚姻的啊，婚姻的话叫啊，对，我的婚姻啊，婚形容婚姻美好的这个前景美好叫什么？叫做夫妻，早结连理。结婚经常祝福的话，那个啊，早结连理，形容美好的叫做，啊婚，百年好合，啊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啊，哇，百年好啊，这个还是那个，是结已经结了的，他这个是啊，喜结连理，不用早结连理，哎，还是早结连理吧，早结要这个催嘛，早结连理，然后那个幸福美满，幸福美，幸福美满。早结连理，幸福美满，家庭，早结连理，幸福美满，家和，家和是幸福。南方玄真万福天真忽悠，原主男是名，早结连理，幸福美满，家和四星，和和二仙。
这样就行了。这个咒语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烧这个香啊，香的话呢，这个一定要有那个烟的，一炷真香呢，结九天啊，把你的愿望送达九天，然后通过神力护佑。然后为什么要写这个南方这个万福天尊方位神嘞？不，为什么不先说和合二仙嘞？因为啊，这个和合二仙呢，它是管整个的。但这个方位神最灵，没不知道方位神呢就用土地，因为呢县官不如县官啊，方位神呢或者不知道方位神就用土地，好吧。然后他呢就是让你们派出所长，你这个什么事呢，派出所长他管你，习近平管不到你，因为太大了太远了，好吧，所以用方位神。所以说南方呢玄真万福天尊护佑，然后原主姓名和男孩的姓名啊，叫早结连理啊，幸福美满，家和四兴。然后和合二仙呢神助啊，通过神力助婚姻美满幸福，发心呢成起，然后加上原主的名字，然后呢这个发心呢祈愿，然后姓名之后呢加上就是承启，就是把这事情呢希望送达九天，这些神仙呢这些个八方神都知道承启，然后呢要帮我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呢事成之日呢还愿呢奉香，承香也行，奉香也行，好吧，承香也行，承是供的意思，奉呢是献的意思，都可以啊啊这块。然后呢烧香的日子啊，时间烧香的时间，逢这个四号、九号都行啊。什么叫四日九日呢？阳历的四号、十四号、十九号都行。然后很多人问师傅啊，是用公历的呢，还是农历的呢？你要是用公历的，永远用公历的。用农历的永远用农历的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很多人说算八字什么的，他都以农历为中心的，因为奇门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呢是解决问题的，不是算卦的。我们的一个宫位呢，它是以时辰为主的，上下有一年偏差，然后呢，这个月上有一个月的偏差，日上呢有一个日的偏差，所以公历和农历呢，其实它一加上偏差，它也就不那么关键了。然后呢就以这个，比如说这个这位女士啊，你说哎，我呢记公历方便，大家记公历方便，记农历你还要翻那个东西去对公历啊，比如说哎，我就四号啊九号啊就行，逢四逢九就行。然后呢一个月呢三次，最少三次啊，三次每月啊，三次每个月对烧香啊，三次每个月，比如说我四号烧了，我九号烧了，然后十四号也烧了啊，然后你说我还想烧十九号烧，哎，多了多多益善啊，但是最少要烧三次啊，三次。然后呢读这个啊，一定要四九吗？每次烧香的时候对，就一定要叫四号和九号，因为呢我们要做这个离宫的五位的相，其他日不行，我们要做这个相，因为四九是火嘛，是离宫嘛。然后呢，你要想呢，这个再加一个也行。离宫先天的位置是乾宫啊，一四九也行。你要加个也行。你知道这个离宫下面是什么吗？先天八卦是什么吗？可能不知道，先天八卦是乾宫。对，乾宫啊，一四九也行，好吧，啊，三次。然后呢，这个烧香的时候要这个读出来也行，啊，默念也行，咒语啊，这个读也行，啊，默念啊，心中默念也行啊，念着咋写？默念，反正只要默念也行啊。对，比如说烧这个一号，烧一支。反正你因为怎么说你不太喜欢烧太多香，你都烧一支啊，这个就是一号四号九号你都烧一支就好了啊。然后正常我们是一号烧一支，四号烧四支，九号烧九支啊。然后呢读也行啊，读呢比默念呢更好一点啊啊，这你先说怕别人听到啊，或不好开口啊，你默念也行啊。一号呢就一遍，四号四遍，九号九遍啊，九号九遍。然后呢很多人说，哎，烧香师傅烧香，我这个四支香，四支，这是香炉啊，
大家看好，这四支香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支啊，是这样插的啊，啊，然后香与香之间啊，你们学完跟大家跟师傅学完了，你们烧香啊都是抓的就往炉子里一插，不行的。我们道家烧香呢，哎，要是这样烧的，叫间隔一指啊，我插完这香歪了，哎，无所谓，把它调正就好了，啊，就间隔一指啊。间隔一指，一指多一点也行，但不要太密，边上不行，要最少有一指的空隙，啊，一指的空隙啊，这是四指啊，四指这样烧，哎，九指怎么烧啊？一、俩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你看他一说一把找九指往里一插，那不行的啊，这是九指啊。啊，七指怎么烧啊？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有人专门看香，看香，看你烧香的状态的。然后呢，刚才呢，哎，这个你们有没有发到群里头啊？刚才我说了一个，我刚才早上我看了有一个炷香咒，啊，为什么烧香啊？一会儿把这个发完，拍到。好了，学一套。对，一会儿把这个拍了，先拍一下吧。哎呀，对。你看，我们这个，我说我香没了啊，下面那个财务啊，就给我买的时候，哎，师傅这个香好，无烟的，哎呀，必须要有烟的，来，各位师傅。你无烟的话我们用不了啊，很多人家喜欢嘛，就怕有烟嘛，要那无烟香嘛，很流行，但是我们敬神的话不要无烟的，无烟不行啊。大家为什么说师傅呢说必须要烧香呢，必须呢那个有烟嘞，这块有个，这是我们早上这个烧香的一个敬香咒，大家可能看一看读一读也行。如果说你把这个敬香咒呢烧香之前，在它之前再加上敬香咒呢啊，也更好了哈，叫一炷真香本自然，黄庭炉内啊起香烟，空中结就香音转，上柱祖师寿万年。你这块呢，上柱祖师寿万年就不行了，你写上传天庭呢保佑我什么东西更好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要送达九天是通过香来送的啊，我们道人呢没有这么读的，我们都是这个唱的，唱得好听。一炷真香皆自然，黄庭炉内起香烟。我们一唱，你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好吧？所以到那个修仙的时候，你们不苦吗？因为我们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那种状态的快乐了。这个你们不做这行的感觉不到。啊，你看到烟升起来啊，就跟神仙一起玩去了。他说春节，他说师傅，你吃饭跟谁吃啊？我说跟真我大帝啊。嗯，所以修仙呢，为啥很多人修炼啊那么苦啊，在山上啊一坐几天不吃不喝的，为啥他有他的精神的快感，好吧，不一样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桃花局去布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他的名字我总记不住，这位女士啊姓什么？君月。君月是吧？啊，轩月啊，轩月就好记的，姓我就，这个轩月说了，他说，哎呦，师傅，哎，这个法阵挺好用，哎，我弄完了之后呢，哎，我看他这个命宫，哎呀，他这个灵宫，他这个婚姻宫在这儿嘛，他最迟的话，他最快的话，24年就有结婚的相，24年，转过年就有结婚的相，因为灵宫嘛，然后呢，按照这个时盘的话呢，这一块的话呢，啊，时盘的话就要走到，25了。啊，反正呢，2425，哎，你说，哎，师傅，这个局有用了，啊，24年呢，我们订婚了，25年结婚了，然后怎么办？把它就清掉，然后呢，什么这个其他的不用顾了，主要是这个和二仙啊，把它呢就撤掉，啊，用红布包起来，用一个东西装起来，啊，放一个地方啊就好了，如果说家里摆不下，哎，就送到道观呢、寺庙去就行，啊，如果家能放就放着它，啊，把它撤掉就可以了。很多人说这个事成之后怎么办？这个东西怎么处理？收起来就行，好吧？
其他的应该是就这么多了，好吧？这个是这个一个桃花局的一个步法，然后呢，这个婚姻局的这些东西，大家呢讲完这个桃花局和婚姻局的，然后呢，财富呢跟这个类似，只是你们的格局啊是相同的，找到大太极、小太极，格局相同的，然后步法呢也差不多，然后具体呢每个人呢不一样，为啥呢？你的宫位的字都不一样。啊，哪个宫位也不一样，所以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大区别的。所以大家现在，因为以前那个群里吧，有几个小女孩啊，给自己布的桃花局，我看见好漂亮哎啊，还有一些给自己布的什么那个，学业局啊，做的蛮好。大家呢先试着做，然后呢做的不好的话呢，然后跟师傅呢，师傅再教你怎么调整，好吧？自己只有实操了，哎，才有结果啊。你总听不行，要去做题，像这个学数学似的，要去做题啊，不会人家不老师，做错了也无所谓，再改，这才能循序渐进啊。大家呢学这个奇门呢。技术上呢是学得更精更好，其实呢更多是把你现实中的问题解决了，这个是大家最希望的，谁不希望钱多一点，谁不希望贵人多一点，是吧？谁不希望事业亨通一点啊？这就是我们学这个道家奇门的主要目的。因为奇门呢，师父讲过，它是个补术，主要是解决问题的。你看我们道观的话一来的话，求完真武大帝了，说这个听说你们这块有师傅很厉害啊，他就想去见一下啊，过来我们这个，我们每天呢坐班的两个到三个，然后一天呢就看这个最多三卦啊，因为我们看一卦从开始到结束都要两个小时嘛，要看三卦就六个小时嘛，一天我们上班就六个小时嘛，然后过来了一看，因为怎么说呀，我们天天看磁盘呢，什么东西都有概念。你比如这个女士一进来了，有时候过来说：“哎，师傅，啊，就想帮你看看事儿，啊，我觉得婚姻呢，是不是？哇，这师傅好厉害！一来我啥都没说，就是婚姻的。其实啊，那个磁盘一打开，我心里就清楚了。”啊，婚姻的，我说这婚姻的事儿，这个怎么是什么状态呀？你说这个有个男孩儿啊，我俩呢情感也很好，但是呢就想结婚，他呢一直呢犹豫不定，啊，我说呢这个做一个局吧，啊，就把你命盘打开啊，就跟你讲一下这怎么做局啊，就这么着，一个人下来呢，一般都要一两个小时，嗯，我们在道场曾经遇到个高手啊，把我给磨的，早晨十点干到晚上九点。就他弄他一个人，因为他是做企业的，涉及到好多事啊，所以说呢他的问题问不完，一百个万万个为什么啊，所以说呢有的时候遇到那种人呢，早晨就缠着你都干到晚上九点，我说不行了，你再弄我脑袋坏了，再被你问爆了啊，所以说呢这个是布局啊，如果布局的话呢，有学员呢跟得上最好啊，不懂的话呢互相听得懂的话呢就给他解释一下，或者看回放啊，好吧，这块呢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因为这块哎呀十二十这一上午就讲了一个局，下午呢要加点数了，要不讲不完啊，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吧，而且给他们订饭，嗯，师傅群里面有人提问。